看着没有，不能动哦。 三二一，耶！哇！快点，快点！不能甩了，笨蛋！为什么不能甩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不能甩。对。啊！你很无聊哎！你看照片都掉了啦，你要糊掉一点很难看。我看。嗯嗯嗯。神经病，好久哦！等你起床还不是一样很久？哎。 好，比你化妆的速度快了，可以吗？你讲话很急促。好了，你赶快去化妆了啦，上班快迟到了。你看，脸超大的。哦，你相机不好啦。啊，本来就会这样啊，关相机什么事啊？就只有拍你个这样。那我们再拍一张。不要。你干嘛都不跟我拍？那我拍你。不要啦，不要浪费底片很贵。跟我拍很浪费哦。不是底片很贵啦。 反正每次说要拍，你就觉得浪费啊。好，我们赶快去化妆好不好？那你拍其他女生都不浪费吗？我拍谁了？不然你抽屉那些照片都是谁？要不要想太多？你就是不让我再拍一张。你现在是要吵架是不是？多拍一张浪费你底片吗？因为底片花的不是你的钱啊。你为什么要计较这种钱呢？我计较什么钱啊？ 拍一张又不会浪费你的钱。好啊，那要不然以后底片都分开算嘛。我只是要跟你讲说底片很贵，我希望你不要浪费。那我买给你的衣服不用钱吗？买给我东西算是一种浪费吗？衣服不用钱。我又没叫你买给我。你讲话不要太过分哦。 是你自己无理取闹，无理由。每次我问你都不讲。